发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悬崖勒马，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。爱是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悬崖勒马，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。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线昙花，月儿飘飘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。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悬崖勒马，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。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线昙花，月儿飘飘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。再看看他的笑吧，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，煎熬。向右，然后左右左啊，一个绕胯的动作，胯呢是右前右后，左前左后啊，这样一个绕胯的动作，加上我们手啊，从下到上啊，慢慢打开。好，我们连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八拍的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这个呢是第一个八拍的动作。好，第二个八拍的动作，右并步，一二三四。好，那第一拍的时候是一个顶胸。好，做的时候胯向后啊，第前面是胸的动作，好，后面是胯的动作，三四啊，这样子。好，五的时候胯右脚两个顶胸，五六啊，两次向前的顶胸，手臂控制住。好，七的时候开始一个前的啊，一个上半身的微弧的动作。好，手的话呢是绕头啊，慢慢放下来，一共是两排的动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八排的动作，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七八。好，三个八拍，右并步顶肩，三二三四。好，肩的话呢是右左右，然后左右左，好，继续五
六七八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跨右脚手向上啊，四二三四，手的话呢是向上收回来，向侧打，这边也是向上收回来，向侧打啊，脚的话还是一个啊跨步啊后掖跨步后掖。好，下面呢是我们啊五六的动作，再看一下啊，五搭六，好，这个呢是一个跨的是右。左右的一个啊坐胯，手的话呢是啊打开合上打开，好、啊、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快啊，好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啊这个动作，五搭六，好，七的时候手打开七啊，八的时候慢慢放下，好，我们七的时候可以给一个发力，然后给下巴啊微微啊向上抬一下，然后七八慢慢放下来，记得我们的脚左脚啊给它绷起来，控制住我们的下半身的动作。好，第二组动作啊，也是四个八拍，一打二，三打四。好，这个呢是左右啊并过去的。好，记得我们这次并的时候呢，是踏左脚可以脚跟去挨地，然后呢就不要踩实啊，轻轻的踩，迅速的然后把我们右脚的重心赶过来，然后再出左脚。啊，重心是在中间的啊，一打二，好，这边也是三打四。同时也可以加上咱们的身体的啊律动的动作啊啊，做一个律动的动作，然后手的话呢是一个小波浪啊，这边也是小波浪的动作。好，我们把第五把牌给开一下啊，一打二，三打四，好，五头龙跨左脚，五六七八，好，这个呢是一个左右的啊一个左右摆胯，手的话呢也是左右左右啊。好，第二个八拍脚步不变，手换成拉向上啊，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看一下啊，二打二，三打四。好，五的时候身体回正一个啊，点肩五搭。好，六七八的时候呢是一个上半身的背部啊，六七八三拍，手的话呢啊画一个笑脸在你的下巴下面。好，这个是第二个八拍，好，第三个八拍三打二，三打四啊，小臂拳头向下。好，好，五的时候啊是一个迈腿摆胯，五六七八，手啊交叉点肩放下来。好，第四个八拍四打二，三打四，手臂向前打，脚下啊步子还是这个步子。好，五的时候同样还是一个交叉点肩，迅速的五搭。好，六七八的时候呢是一个上半身的波浪，手从头发上给划过来，六七八。好，后面一个小的尖走啊，收右脚抱自己，然后一二三四。好，这个呢是 B 组的动作啊。好， C 组的动作两个八拍，一二三四。好，跨右脚手臂打开放下，打开放下。好，五的时候跨右脚顶肩，五搭六，七搭八，两个八拍，二二三四。好，五的时候右脚前点，手打平向右边打，五六七八啊，记得我们手臂是打平，好，收的时候也是打平再收回来。好，后面呢也是有一个啊小的尖奏部分，一二，好，三的时候收右脚，三一个手绕头顶的动作啊，三，好，四的时候慢慢放下来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动作的一个讲解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啊完整的背面口令分解。 A 组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搭六七八。好， B 组的动作，一打二，三打四，五六七八，二打二，三打四，五搭六七八，三打二，三打四，五六七八，四打二，三打四，
五哒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组的，一二三四，五哒六七哒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我们所有的动作呢，啊，一共呢就是这么多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让我无法自拔，不同的旋律吗？让我体会吧，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烟火，一碰似一线昙花，一儿飘飘。时间